个待会的话，我们也会把。三耶。Q弹而瘦的这种效果。现在他就把整个头都取下来。我们鱼头已经整块都取下来了。啊，快，就鱼头就下来了。哇，想拍照的朋友现在可以赶紧拍哦。中间呢可能有十公里这么大哈，那每隔一段就有一个钩子。然后他先从肚子的下面，先要把尾鱼的钩爪子放在地上，所以他有一些。哇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尾鱼的身体的一半已经整个都切下来了。大家看，非常然后才会制作的，当尾身体的。照一下好了，哦，现在有好了，所以你先写好了，要不要传过？因为那边要跟你好像。三种尾鱼，现切尾的知识活动。